派克晚年的春天终于来了，设计师对派克进行暗改加强，脱战后血量直接回满，堪称最赖皮辅助英雄。众所周知，设计师经常会偷偷进行暗改，这些改动不会写在更新文告里，而是直接实装。而在13.15版本更新中，派克就用了暗改加强，只需要两个小符文就能全程满血，赖皮到了极致。这次设计师改动了派克的被动回血，我们都知道派克被对面攻击后会出现灰色血条，等派克脱离敌方视野后，灰色血条就会慢慢变绿，但是最多只能恢复到灰色血条处，并不能多回血。而在这次暗改后，灰色血条的回血量有受到各种恢复类装备的加持，在出了各种回血装后，残血派克只受到一点伤害，脱战后血量直接回到最满，只能用夸张来形容。而正常模式我们自然是不能这样出装，只需要在小符文中点出复苏之风和复苏，就能让派克的对线器全程保持满血，无限换血。那么各位看我老爷，你觉得这个暗改如何呢？